我军已成功夺回鄱阳城。四处都不见吕布的踪影，哼，难不成是怕了？怎么会有袁绍的声音？这个畜生！袁绍。袁绍，你怎么了？清醒一点。让开，妙才！夏侯袁让，刚烈忠义之士，怎能枉死？夏侯一族定当率领乔沛子弟一马当先，为孟德披荆斩棘，乃我等毕生使命。老大与我等亲如兄弟，谁敢与之为敌，愿当将其一箭穿心。
下之真气，世间罕见，竟能制服化为妖魔的在下。正因亲眼目睹，渊才明白老大为何会对阁下另眼相看。韦孟德，纵然粉身碎骨，在所不辞。我二人必将助老大平定天下，阁下且拭目以待。算是回来了，在一睹孟德安定天下之前，怎么能死？小辈请投，升起了吕布军的旗帜。哼，这个吕布，这么快就改变了目标吗？听闻在玄德离城之际遭到了吕布的偷袭是吗？是酒，都是因为酒，若非如此，俺绝不会。此前便已多次劝你节制。我该死，此次罪行当受军法处置。这个蠢货，翼德，万万不可轻言寻死。可记得我等当初的誓言？大哥，你若死了，为兄岂可独活？那么，俺老张戴罪立功，把城池夺回来，请大哥等俺。翼德，先稍安勿躁，某也同去。还有为兄，兄弟之责，当由兄弟一同承担。好，俺们去给他大闹一场。阁下也愿意帮忙吗？能有义士相助，必当如虎添翼。